早安，早安，起来了，睡得好吗？很冷，很冷哦。你看，我们住的这个 N 区前面的，也不好看。住了营地之后呢，我们要前往台东，那我们就是会走花东纵谷，然后一路玩下去这样子。不过看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可能有一些户外的一些行程，不知道能不能去，而且不知道拍起来漂不漂亮。那我们在花莲找到了一间叫做小河山谷的早午餐店，我们来到这里感觉超漂亮的哎、欸，它这个应该就是真的老宅，你看它上面都是木建的房子改造的，有整修过这样子。拿一个热拿铁，可以做尾汤吗？我再做一次哦。今天我们点了一份主餐，就是经典咸派组合。早午餐的，然后我点了热拿铁，阿丹点了红茶，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他们那个苏芙蕾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刚刚看到隔壁桌的奶昔，真的好厉害的感觉。嗯，看得很想去问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们拍一下。大蒜面包很好吃，烤得很好吃。拍照拍完的话，帮他吃完。谢谢。哇，我刚又加点了一个贝饼果果舒芙蕾，一上来就说哇，它是舒芙蕾他们自己手工现做，所以要等待大概30分钟左右，你吃吃看吧。他说拍完照之后就赶快吃了，我刚才正在想说肚子饿了，你看多一吃了吗？好吃吗？它有很软的，嗯，我很喜欢它这里面软软的，这里面软软热热的很好吃，然后配这个梅果酱，梅果酱配的，哇，而且很软哎 ，QQ。哦，他说他这个里面有这个，点这舒芙蕾就是来疗愈一下今天的坏天气。早餐之后，我们就开到了云山水这边。嗯，距离我们吃早餐的地方10分钟的距离。可是今天下雨，不知道拍不拍得到好照片。跳石瀑布啊，水森林跟梦幻湖。好，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入口这个地方，看这边有很多的民宿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拍照点。感觉来这边住个2天1夜还不错哈。嗯，可以慢慢的在这边玩。对，然后入口这边还有脚踏车出租的地方。然后你看这边，哇，每个地方都很漂亮。那来到这个云山水啊，很多人会拍照的那个地方就是跳石跟水森林，然后那个地方是要收费的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买票进去里面拍，然后一个人是120，天气不好就不想要进去拍了，还要120。对哦，又拍不到东西，只不过刚刚看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很漂亮。嗯，对啊，如果天气好的话是可以进去的。这里其实真的很漂亮哈、哦。对啊，嗯，那湖水就真的是绿色的，对，然后一个就是小桥、嗯，小的木栈板。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要收费，我觉得合理啦。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在凤林。对。嗯，来吃这个臭豆腐。凤林韭菜臭豆腐，是我看网络上的人说来到凤林这边一定要吃的东西。然后我看网络上的人推荐那个停车场旁边的韭菜臭豆腐，但是那间今天好像下雨天没有开，所以我们来吃这间。对呀、啊，这边招牌。好。招牌韭菜臭豆腐。嗯。然后我们点的这个韭菜臭豆腐，然后这样子1份50块。然后凤林臭豆腐的特色就是它上面就满满的韭菜，它不是放泡菜。搭配韭菜很特别。搭配韭菜好玄妙啊！可以再加个辣椒看看。对，加个辣椒。
没骗你，观光客来了。看吧，他们观光客来了。嗯。啊！吃完臭豆腐了。换你开车。哦。下雨，下雨啊！我来介绍一下这台车子的前面哦。那这台车子呢，有这个蓝牙配对的东西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手机就可以直接配对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在车上播音乐。然后它这台车有附这个 USB 充电线 ，USB 充电线，然后跟这个手机的架子，可以装导航的时候用。我觉得很不错的是，它这台车左右两边都有这个，就是当我们要左右转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注意这个，看有没有车子在旁边，有没有死角，死角有没有车子这样子。然后目前开起来，我觉得蛮省油的。我们从台北现在已经开到了凤林。花莲凤林用了半桶油，到时候再看开到哪里的时候要加油。我们是不是有骑脚踏车骑到这里？没错哦，你接下来开的路都是我们脚踏车有骑过的路线。这个大农大富我们之前也有来过啊，跟瑞佳他们，然后他这里就是有大草皮啊，然后有那个啊，几个可以拍照的地方，对。就是一个大草皮啊，然后有脚踏车啊，对，有一些树啊、小树啊。我们现在来到玉里，然后我们来吃这个玉里面。你知道玉里是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在花莲。在花莲的下面。对，在花莲下面，然后接近台中。然后我以前同学住在玉里，然后就很常听到玉里面玉里面，都不知道是什么，都没来吃过，这次经过来试试看。这一次就是碰到下雨天没有得去景点，我们就来吃东西，吃当地小吃。它这个玉里面就是油面，然后上面有放了几片肉，然后跟豆芽菜。他那边是玉里面的好男友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嗯，但我吃了这一口，觉得好像还好哎。结果加了那个辣椒，真的比较香哎，很不一样哎。不错。没有加辣椒前，就是台北面摊吃得到的面。加辣椒之后喝了汤，整个人生意都热起来。嗯。那我们刚才经过池上布朗大道那边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在关山的这间火圣制饼铺。那我们刚刚有订了一个奶酥吐司，然后现在可以过来拿。他说剩下最后一个。嗯，要来这边买吐司的话，记得要先打电话预订。然后他除了有奶酥的啊，然后还有芋头的，还有红豆的都很好吃哦。嗯，好香哦。谢谢。我们只买一下会不会太可惜？也没有别的了，没有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现在要去都兰营区的土山岗，然后正准备要去吃晚餐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路上，先来吃起这个来。他买的是，我们买的是奶酥吐司，好香，很多料哎。我们刚刚原本导航要去台东的一家原始部落餐厅，可是那一间店要到9点才有位置，真的好热门哦。对啊，下次要去之前要先订位，而且现在下雨天的。对啊，殊不知它这么热门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去台东的那个铁花村市集那边走走，然后我们就去台东市买一些东西，然后跟我们的营区吃好了。好，在台东市这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，今天应
该很多地方没有开，因为下雨。然后那边有很多哦，可是这边很多餐厅很漂亮，哇，这餐厅很漂亮哎。还是我们来吃这个好了，烧烤串烧。这市集就是很漂亮，就是它有很多这个。嗯。这叫什么？哦，不是，那个热气球，热气球造景的天灯。对，来，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些文创的小店。下雨，下雨有多麻烦？对，有多麻烦。我们现在离开这个铁道村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台东市区买点吃的，然后回我们的营地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台东市区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来买这间老东方饮料店，因为我们上次单车环岛的时候有来喝这间饮料店，我觉得很好喝，所以再来喝一次。等一下呢，再去那边买阿红炸鸡。我刚刚忘了我上次点什么，那个很好喝的，因为就是寒天鲜草鲜奶冻。对，看来做影片真的是有帮助啊，马上就找到。那我们买了饮料跟阿红炸鸡，对，再去看看买什么吧。好，买回我们的营地吃。现在今天来买这个林家蒸饺，它这边有名的就是卖蒸饺，然后除了蒸饺之外，它有一些小炒啊，然后面类跟汤类这样子。买好蒸饺了，今天。回营地。天哪，这个雨下的太大了吧！哇，酷！这什么地方？我们来一个营区，然后就像是野营一样。对，那不就对野营？没有啊，我不爱，我花了1200野营啊。我可以去一个水侧，然后这个这样子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。但是我花了1200来这里，那我要来吃饭了。嗯，好。不过你看我们这样子在这边也是很温馨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好，还好有这台车子，我觉得这台车子。来白眼，拿着我的碗筷。好不好？明天早上看到的不一样哦。哦，那边是海边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还好我们刚才在台东市区有买这些东西吃，哎，没有想说今天晚上还要自己做东西吃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连走去洗手台都会觉得很麻烦。对，他刚才问我们说要停哪里，我们直接说给我们离厕所最近的地方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车子里面这样子自己简单的弄了一下，然后听着音乐也是很不错。还好他这个车子很宽敞，而且布置得很舒适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还有这车子有那种让人家温暖避风港的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小桌子。